根本不是什么渔文公务员在做，是外面广告公司在做吗？是刚才像侯老师讲，一群人下去把文件拿出来，在那边做操作吗？偷台电那个公文的小偷弄的啦。所以我真的是搞不清楚，这个是那么简单，很容易判断。上面蔡英文是2006到2007就说啊，这已经是卸任以后的事情嘛，还要把它掰成是三月，我不相信啦。洪毅啊，我是再次跟刘一儒讲哈。好好想一想，你真的有余文来为你出来扛这个吗？如果没有齁，我觉得你最好坦白，然后认罪协商啦，看能不能换得一个缓起诉啦。今天就有人那个认罪协商换缓起诉的有啦，看有没有人争取这个，是你，我看大概是你最好的待遇。我再从行政，我各位从行政来讲，所有的公文齁，从档案局出来要登记，回来也要登记的，谁拿出去，什么时候送回来，这个都跑不掉的。我现在得怀疑吼，真的吼没有这个金建会的同仁，没有人去拿出来，不知道是谁拿出去，然后也 copy 好以后交给另外一个中央厨房，然后冲料一要邓来高吼，你得刘一儒啦。我认为吼，我真的认为刘一儒没有余文，我也认为哦，金建会的同仁没有人在翻箱倒柜在看这个案子。不是这样啦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这么简单的案，这不是现在正在发生大家的讨论，这已经存档在挖出来，这里面很多地方很多关节都是你没办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啦。我觉得这个谎你不要为了撒一个谎再编其他更多更大的谎，告诉你真的是拍谎，认罪协商，你的名声你的面才薄一点，无真正身败名裂，晚节不保。你知影林朝义啊，伊背后有一句话，伊安怎讲，你知无？伊讲，难怪林律师今天上午给刘亦儒补上一刀说，资料是金建会给的，说来无情啊，其实还蛮公道的。刘亦儒还不走，只是让自己更难堪罢了。艺术上让啥？人已经跟你切割啊！切哪里拜托的，物件拢你好话。来，慢些来做。我系记得人咧讲这个时，大家想讲，这叫做狸猫换太子。哎，即马甲想起来真的恐怖。北部讲你甲变乌啊。是。拄啊，中央研究院院士陈良博，你甲看电影片，伊讲读册人真无良心。我今日看这本《金周刊》哦，这算伫台湾也算足专业、足公正一个，这是民进党的。我照伊伫50页内底哈，将规个过程伊写了真清楚。但我足烦恼，这本《金周刊》哦，唔知到时国民党讲这本来查扣，收起来，搜索啊啦，搜索。我足烦恼，伊这本内底伊甲写解遐尼啊清楚了，《金周刊》你后壁我看你马基子嘛真歹过呢。但是，不然就当那个《金周刊》打马赛克，阿特真主都无看见。但是就是讲，4月16日，这几个案，国民党几个证监会全4月17日，证监会全部拢了解啊。这个是民主进步党执政的时阵，你讲几个宇昌案，发展国家的一个生计，迄叫做政绩。内底是啥物人在创？大家再看一下，翁启惠、李远哲、陈良博、何大一，这样内从一时之选，拢中一时之选。啊，你硬规个政绩，你要跟你要讲，这是变成是个弊案。而且从这个原来无的，你甲变造，甲加起哩。公务人员唔免受骗啦，公务人员若看到这份资料要巡查的时阵哦，伊就要去登一个音啦。对，3月30日啦。无人讲伊，调伫伊拍一个伊。先拍了，甲打起哩，讲这份叫做啥？原来都无诶，啊你甲打起咧起哩，内底大有文章。为着选举，选甲有法度，照你讲，民众拢会相信国家的公文书诶。啊你伊甲偷打，甲变做，拢总是为着总统的一个大选。所以阮要求特侦组要查这个案，就好。阮本地的要求拢总公开。啊你特侦你做倒变。民进党当事者要求公开，你换你却惊着，却讲未使，拢总砍开来查考。唔查刘亦儒，查恁。啊，我查阮，我即马足烦恼，安怎你敢知？这个案阮告发刘亦儒哦，到时若要搜索，唔来伊搜索，咱拄啊讲着，到底是对一个公务人员去变造。到时若搜索为民进党这边来，代志就大条。阮去告人，啊，阮爱去用搜索。你要求，你要求公开，结果即马保密。即马保密，拢作规个国家拢甲你做倒变的。
董事长讲我坦荡荡，你拢公开让社会大众知。国民党讲袂使，全部拢查扣。即马开始过来要侦查，梦想家大家记得未？迄、那个啥啊？迄、那个艺术家赖声川咯，偌良心呢？宣传我那等来讲个清楚，讲、宣传呢？啊，那这个案呢？来啊，紧搜索啊！哎呀，你搜索阮呢？阮个人，你著紧去搜索。梦想家遐慢，啊，这个出手遮尔啊紧，这叫做一个丑闻。这是民主甲宪政的一个危机呢。哇、曾律师讲得太好诶，我这么开始怀疑啊，特侦组去查扣的文件有这份变造诶。说不定刘一如藏起来了啊！他查过两大箱，都关起都没结婚啊！没结婚，所以我在家进个特征组，你敢湮灭政绩的话，台湾人民会帮您耍。啊，你湮灭你哪知？其实啊，国栋大哥，结婚林义士啦，联合报、中国时报都有啊。啊，进去搜索啊！原始文件没有这个啊，一直查被伪造，我说没有啊。这是原始证据。有啊，原始啊，所以他应该查扣啊。这么特征组拿出来干水沟，我们所有查扣没有这份变造的，所以刘一如哪里有涉嫌犯罪？这个案情很严重呢，江国庆案大家过去未？江国庆那个案，军事检察官内底总共沾有血迹的凶刀，误认讲是江国庆的，结果起诉判死刑，两亿千三，那是误认哦。即摆就是变造哦。何家在出来问老原本哦。啊无，这个案你搞看没啊？一个江国庆用误认的呢。也去拍枪，是，好，啊，这故意伪造的呢。其实，迄个裴明明教授，裴明明教授是这个刘亦儒的表舅，表舅对，表舅。伊今日吼，虽然是较亲的亲戚，伊嘛讲这是变造呢。裴明明哦，吼，伊嘛已经代代教授吧，是。好，等一下回来啊，我们要先开放给大家call in，先休息进广告。